嘿，好的，好，我是阿酸，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卡组是超奇，配上工程炸弹的组合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去买的靴子，好爽。就是这是正确发音我不知道 ，Pradium 吗？反正就是我突然很想要一双靴子，所以我昨天就冲去百货公司买了，然后就蛮开心的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它是有点算是两件式的，所以它可以两穿，那可以变成一张比较长筒的靴子，然后平常也可以折下来。这不是业配，这是我买的。然后事实上我买完之后回去看网络上的评价，我才发现它似乎有一个蛮大的问题，就是下雨天，虽然说它是防水，但是不防滑，很妙嘛。听说这个底超滑，就是相比 Timberland 来说的话，掉下去。相比 Timberland 来说的话，就是好像比较滑一点。不知道，反正到时候穿看看吧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，我原本是手上是有两双 Timberland 的，那 Timberland 在这个年代，感觉好像就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比较旧一点点的品牌的感觉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，希望没有得罪，不要得罪 Timberland， 但事实上这感觉就是这样。蹦，转。剑法踩公主，被骑士抓的几率很高啊！哦，没考到，可惜了。哎呀，不长进的家伙！我踩，踩一下，电。是喽，没事。下一个，棒。下一个，耶嘿，撞到喽！好，不错，接筒子。好，这边可以接住哦，完美接。这个只要时间下得够早，筒子还是可以无损解的，只是要有一点点，心中要有一点点意识，就是。对方的筒子要来了，不然其实，手速真的，不然就手速真的要超快，那我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手速了。挑战抓，嘿嘿，来，没事，闪掉就好了。OMG， 那个公主，怎么回事？389，有点强强啊。变，好耶！哼，真危险！啊，镜头有点跑掉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收一下，刚有点激战中。好，上次会得水痘也不是这个原因，但是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天得水痘的那一天我去健身。然后健身完超累，在想是不是因为健身过度造成免疫力下降，然后潜伏在体内的病毒就发作了。我绝对不是要怪运动健身这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高度怀疑。冲啊！
没有，可恶。小闪闪掉，没事。卷卷卷。O N G。哎，等下，那个。哦，烦恼。傻眼喽。那个 iPhone 它苹果它的设计就是好像在我手掌握着那个 iPad 左下角的位置啊，就很容易出现就突然没有讯号的状况。来呀、啊！哦，天哪，这么硬！哦，我还是被挥到了 ，damn！ 空空不要来，空空不要来！又试一下。啊！刚被小皮劈到，真的是太伤了。走起！快点啊，压一波！哟吼！皮再来了。快点！走喽！喷一波，小闪！啊，可恶！那个没有闪到塔，所以状况效果没有很好。踩得到吗？我抓得到矿工吗？抓这边！抓到了，笑死！哎呀，是。出事了！哇，这个没处理好。有点出大事。Oh no！ 爆掉了啦。算了，放了。哎，刚那个超奇出的位置也没有很理想，所以导致刚刚超奇是有一波很好的反攻机会被我送掉。然后更不用说刚一开始在左路那边吃了因为 WiFi 网路的关系，然后吃了小皮两刀，太伤了。补充一下高蛋白。因为我的整体体重是比平均值就是还要低一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有喝一点高蛋白。平均来说的话，如果要增肌的话，就是自己体重的 1.5 倍，就是你需要的蛋白质的克数。但其实蛮困难的，就等于我一天要吃到90几克的蛋白质，因为我现在体重大概64吧，64-65，就偏瘦，所以就只能靠那个高蛋白加减补充一下，然后早上一杯，晚上一杯，可能这样子还非常的不够，就是一天要吃到可能2-3片鸡胸肉，但我自己其实平常吃的也没那么多，所以其实增肌跟减肥相比，真的是也一点都不简单。小闪捏。
我不要再摸了左下角了。那等下还又不够出来，气。可以哟、哦，将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糟！抓一下，好，解掉了。还要捡呢，红刀了，赚！我好像遇到了刚刚一模一样的卡组哎，用电法吃好了，小皮留起来，解胖子。矿工加这个打一波。小闪妮，嗯，刚有没有想要补小闪的？哦，没补到。这次矿工要抓，好走这。小天鹅啊，我要崩了。给我踩一下，滚！放我走喽！两波大波的左右都很痛。劈！哎，不好说哎，危险危险。踩掉就好了。我闪你，蹦，好，嗯，同一套复仇成功。呀，这套现在是在流行，是不是？应该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差不多。我们或许可以试看看，或许它会连续在正义挑战这边出现两次，就代表目前应该是蛮 meta 的感觉。然后再加上我使用越来越多人用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觉得自己太瘦或体重不够的问题，那这件事情从我小时候好像就一直跟随着我，就是过三十年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改进，所以想说某一天突然觉得好，那就来吃高蛋白吧。连不到，今天连的有点慢，有点难。哎，走了。莫非是因为我刚摸到了左下角？跟路走。噔噔噔噔。哦，好硬啊！哦，可以哦，小闪捏。对方还有火豆，所以我们试看看，走，小闪捏捏。
硬的吗？哦，他剑用掉，他完了。走喽，冲哦！除非火豆影响。好，一起烤，很痛。你小子，我都没来，走。好，我骗出火豆还可以。下去，超奇。哦哦。超级敲超多下，不是矿工敲超多下。嗯，哦天哪，抓到了！这个人掉以轻心，可以，剑法出来，要抓。小闪，没事，一下都不给喷。其实这套强度是还蛮够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可打快，可打慢，就是算一个。现在就是天狗的玩家比较少一点点，不然蛮想打对空的。中场休息就是我们补充高蛋白的时间，那个游戏要练习，然后这个身体也是需要锻炼的。嗯，开始。空空留着，好，去吧，右边敲敲。哦。糟糕，踩掉就好了，不怕。让我跳一下，很可惜。对方守得不错哦。但滚筒刚刚用掉，嗯，我想想，旋风可能会有，不要出太靠近卡的位置，那就可以适当的远离，就不好守了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刷到电法了？崩溃！我是要出，哦天哪，我是要出超奇的，我整个瞎了。啊，我是要出超奇的啦。嗯，没点到，烦恼。可以，两表。还是有一拼的机会。抓到了，人生怎么那么难？
皮油，小皮得留着。报仇的时刻到了，这么重，那么重。高山，哎，等一下，快点，出事喽 ！Oh my god， 不要被看到了啦 ！Oh no！哎，好辛苦啊！其实我多少次了。好，你走看看。短一，拼一下，拼一下，有了，多少次的失误，然后最后把它扳平。好，今天有点状况不是很好，但是这套牌组本身的强度还是蛮够了，就是使用者强度不太够就是了。好，今天这个影片。就到这边吧，就推荐这个超奇的卡组给大家，然后看起来这样子要继续往上走好像还行哦，我之后会再试看看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并打开通知的小铃铛。我的头怎么今天这么大。好，我是阿尚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